啊，小蔡大哥去饲猪好吗？敢真正，你敢真正会晓饲猪？对啊，我穿皮会饲猪啦。阮兜饲猪呢。哇！阮兜我出世，我出世第二年，阮老爸是租人的猪条。哦哦。阮老爸租人的猪条，安尼一开始饲猪的。哇。嘿，一开始伊是分迄个小喇叭，因为阮姑丈伊是讲师，就好要加要做讲师。整个盘子。啊，所以阮老爸本来咧吹小喇叭。阿妹，阿来是感觉讲这边赚钱钱，啊，所以才加阮两个阿叔一个阿伯，哦，啊，做人的低调，隔壁砖头做人的低调，安尼开始饲猪，饲到今日，饲到阮小弟读国中，啊，伊就就转要读牛头班，啊，牛头班就就转讲伊要去读虎龙的迄个兽医科。出来就是要饲猪，因为阮弟弟当体格袂歹，比仲良较好。啊，所以伊迄个国中了，伊迄50公斤的迄个饲料哦，伊就是安尼吼，也要拍安尼吼，也要迄落。啊，即马阮小弟搁较厉害，阮小弟即马伊三个后生吼，拢总大学读毕业，做兵回来就是回来咧饲猪，啊，查某朋友拢交遍啊。啊，为着要饲猪，连查某朋友嘛拢特别紧。这边爱紧啊，啊无你手无白鸡钱啦，你是要哪饲猪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啊所以阮兜是正港来养猪的家庭，所以我读国中的时，啊要招，因为你读国小差不多拢共砖头的，啊读到国中的时差不多爸爸好要嫁啊，诶同学嘛拢去读过国中，啊我即马要招这朋友弟兄来阮兜啊，唔惊猪屎味的才来哈。哦，阮兜就是有猪屎味啦，安尼啦，所以猪屎甲我其实是足亲近吼。嘿，正讲阮兜是饲猪较近的去。啊，阮三个孙啊，真正即马两个嘛拢已经娶某生囝哦，嘛拢搁伫厝咧饲猪。啊，阮小弟即马变足 smart 的，三个囝拢咧饲猪嘛，啊，媳妇咧勤家嘛，所以阮小弟变咧放分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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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也许可以大家讲我一寡意见安尼啦，嘿，啊，今日多谢小蔡大哥吼，啊，你也是来讲你安怎饲猪，安怎循环经济安尼，那我们来听看看吼，然后那我唔知道，咱等一下，反正大家乌白问嘛吼，嘿，哦，安尼咱是咪，因为今日有两个大贵宾，一个是苏英姐，我一定是常客啊，啊，一个是仲良。嘿，所以这拢嘿，这拢足欢喜的安尼，啊，所以咱是不是先嘿，爽一个，掌声欢迎一个小蔡大哥。我大脑坑咧。嘿，你真大脑坑，谁在你啦？好，卖啦，卖啦，用过好卖啦，卖啦，啊，不卖咧。骂声吼。骂声，不要骂声啦吼。嘿嘿啦，主持人声，比如我今日来吼，是乌龟总啊，啊，总来到罗光庙。哦啊，饲个饲袂成，搁去饲猪，是安尼。是安尼，是安尼。啊，我这其实吼，是饲这饲个拢是一种表象，其实是我实际上的考虑是个微生物。哦，我掌握微生物的物件吼，来重新过来啊，来重新重建这个世界，重建这个生态，这是我的本意。哦，啊，因为哦，饲个太困难，饲个敢若迄缸迄个水呢，一捆仔水哦。无进啊，无排哦，都一直变化，迄个都一直变化。莫讲有污染，莫讲有啥，但迄股水哦，只要你气候，哦，无论是压力，无论是迄落温度、湿度，伊就起变化。因为水内底拢是生物啊，咱看不见的啦、啊，对吧？包括你啊，拢有迄落藻类啊、微细藻啊，
水气变化，我这饲的要控制太困难了，所以我才饲只当官，饲到真正哦，大车都要跳开来要自杀啦，啊，真正安尼啊，真正要这家己要做饲的去啊，要刷刷刷去啊，哎呀，啊，所以我怎怎走去啊，啊，不是去饲哩虾，我是真正家己饲，虾我是固定虾，固定要落迄落虾块边啊，日夜过，我看伊要变化，对不？哎，无人敢教。对哦，啊，所以家己都去观察啦。啊，我是真正饲的，啊，饲猪是无影啦。饲到我这微信群哦，交代给饲猪专家，哦，我甲讲安怎创安怎创。啊，我因为饲下经验哦，所以我讲饲猪可能会死，啊，结果也死。我就是差不多一年半吼，总头尾吼，差不多年半吼，我吼差不多十外组，哦，啊，一组拢差不多一百只，一边拢饲一百只，哦，啊，迄场差拢饲迄落两三千。前头我只大场诶，我细场我无啊。你大场我才会有病嘛，细场都无这個恐慌嘛。你山用才有问题，你今仔日问题遮尔大，就是因为拢是迄落微波式诶，高密度诶，对无？是个经济式诶，迄落商业式诶，即个用心嘛，这就拢是问题来嘛。即含迄落咱这拢做无同款嘛。你拢做嘛刷刷钱了，才有啥问题？你集中大规模了呢，海棠来嘛，天地都叫伊来嘛。一年未来嘛，来来这好所在，就直接拖开啊嘛，就赶快来道理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就是超过伊要选种最少三千头以上的。哎，啊，我一边拢炒我可以百，无啦，我可以一寡材料嘛，爱炒拢炒一百只左右啊，吼，百二只左右。啊，是十水，炒十外水啦。啊，我十外水吼，逐水拢就正好势。哦，好势是表示啥呢？讲伊结构吼，第一无病，我一定禁止着抗生素，一定有抗生素。就是咧杀菌嘛，啊！你食迄落菌，迄落，我的菌类咧，你控制落来，我全拢呼入去嘛，所以绝对袂使用。哦，有迄就无这個，有这无买迄。哦，啊！你控制用到底啊，我给你祝福。哦，啊！你卖用控制数，我给你救。你一百只，甲要清出来。哦。啊！拢免改变任何条件，我无想要改变任何条件，都算只话嘛。我唔是讲理想，就是要赚钱啦。我想想要赚钱，但是就是。看兼顾的着心态嘛，是安尼，我全无改变，拢上落后个啊，吼，迄落拢低调无改变，什么拢一切无改变，饲料无改变，一切拢无改变，水也无改变，啊，连饲料嘛无变，饲料也无变，安尼足简单嘞嘛，对，足简单，足很简易可行，啊，你着娇娇个男来互伊食着对啊，水甲鱼香味，啊，即落饲料尔，淡薄尔嘛，开始拢细只嘛吼，到大只都食较济嘛，我只猪啊，平均才有半公斤个活菌尔。一只猪，六个月，哦，饲在咧调下来吼，一般讲为长龄之后啊，甲出调出来六个月嘛，已经有万啦。我操，互半公斤，一只猪就出来，啊，伊结果是啥来？第一，伊无病，真正没用抗生素，没用任何药品，任何药品都免。哦，啊，第二只，它哦，因为啊，伊袂闹屎，所以啊，繁殖率很高。伊牛是食了，就是变做肉。伊袂闹啥？你看即卖所有的猪场，大部分猪一面食一面闹。一面食一面闹啊！因为你互伊控生素之后，有困无困唔知影，但是首先伊肠道菌就拢个抬抬死啊，啊再袂闹出来。所以咱即卖吼，诶，畜牧业至少我所看到啦，我唔是台湾，我唔知哦，我同大陆所看到吼，是自相矛盾。以前我同以前高平溪看，哦，我以前啊。真久以前啊，供地场啊，吼，哦，啊有去侦查地形地物吼，啊，所以有知因安怎饲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其实我以前印象，可能即摆咱拢真进步啊，哦，台湾真正有迄种含外界较有接触嘛，可能即个地形技术拢进步真侪，无得讲。但是基本的就是讲，你啊用药啊落去啊，微生物就无可能，这是一个不相容的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讲你着迄个黑白黑白切嘛，看你黑也变白嘛。啊，切落去嘛，哦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迄落换作率很高，啊，所以就是节约饲料，换作率换作比高啊，对，这样子变作肉，袂变作屎啊，变作漏屎啦，哦，会变作屎啦，哦，啊，这屎我有路用，哦，啊，过来吼，就是这个，因为换作率高啊，所以啊，讲要一般来讲一百二十五公斤啦，就要出条嘛，以这个标准来讲吼，是当然是哦。有一个迄条订单啦吼，你看市场个行情嘛，哦，市场行啊，哎好行啊，赶紧就出来啦，插插去，啊无好行啊留喺，但是我因为
我这体格好，尤其是啊，伊骨啊较重，所以啊，人如果介绍无好啊，我当饲到150公斤，饲到170公斤都无问题，啊，挡会牢，伊未全稳落去。啊，咱即摆只饲料猪吼，白猪啊吼，食饲料吼，伊啊到差不多750公斤哦，太强了，嗯，骨质真疏松，嗯，吼，啊，我只吼粗肉，我说伊会当纯男，爱有弹性，嗯，对抽腿。啊！我行情好歹，啊！大家拢是好，就袂紧张。莫讲介绍歹，咱就唔知要安怎搞啊。啊！歹就歹啊，对无？佫吃一个月套餐，等下伊介绍我，我较出啊。即底下总赚会条，嗯，袂萎落去，袂讲全你啊萎落去，底下萎落去就病就拢出出来啊嘛。嗯嗯，是嘛？差不多这三项，这三项啊，当然，第四项就讲肉质好。嗯，吼、哦，肉质安怎好嘞？就是迄地点嘛，吼、哦，伊、嗯。毕竟吼，食花人吼，食猪肉吼，三十外当。嗯，我现在用咩用猪呢？就是你哦，即猪猪伊个品质好歹吼，一般去菜市大拢知。嗯，我饲虾吼，我有唔是无饲出来啊，饲出来无够迄个规模，迄虾啊好歹啊，我都判断。即、這个消费者顾客啊，伊无就讲这是清气虾啊，是垃圾虾啊，无、法度啊。但是猪肉吼有法度。嗯。猪肉刚刚看湿地食吼，啊，佫第我讲上简单，无臭粉味，啊，完全无臭粉味。嗯。第二只，我迄落一块啊，迄落微波炉吼，嗯，啊，烧滚水吼，啊，再切一下啊，蛋花吼，袂有泡，哦，袂出泡，嗯，即就是无油啊嘛。嗯。但是一片，诶、欸，即无臭粉。第二只湿地袂歹，你讲加强你蛋花，无泡，啊，人就会买，啊，你有烧锅啊？你也无销路，这种枉费呀，对不？啊，问题是，我现在无推广起来呢，就是我拢在庄家做。啊，庄家哦，一个兄弟啦，大鸡肉啊，差不多三斤头啊，会当养一个兄弟。一般来讲，几年烫天的，会出两百嘛，就6000只嘛。嗯。一个兄弟啦，如果4-5万人，吼、哦，差不多一年，伊的消费量到6000头都有够啊。大鸡肉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我在金门，我的经验嘛是安尼，我真是先在金门。啊，所以就讲上重要就是爱卖出去，哦，啊，即摆我卖好介绍，因为真卡人嘛，嗯，伊无管理者嘛，介绍第一嘛，嗯，啊，市场讲我才十五斤卖了尔，啊，哦，啊，就斤就15块，啊，你叫我讲迄落无可能啦，嗯，伊也袂去咯，所以啊，即个物件清气，我跟你讲吼，我检验报告吼，迄个检验中枢吼。诶，人哦，看到嘛掉车，讲这有可能个代志。我几下电话，我特别，诶，我开真侪钱呢，钱呢足繁复个啊。我送去学迄个检验啊，清清当当，拢零，无药品，啊，然后就重金属，都是那个标准值的一半的一半以下，连重金属真正呢清清当当，啊，个肉个好食，肉好食是安尼，就是说有一个缺点的百姓吼，人家普罗个吼，是甲讲啊。无油花啦，可能中国人爱食油花啦，较无油花啦，因为要充分消化嘛，讲三白较济，哦，三白较济，台湾人较爱食三白，是，啊，伊感觉无油花，无迄个油味啊，就感觉，都较迄落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啊，这是为了缺点，而且这足简单，就对我来讲足简单，嘿，我要话油花吼，我即摆因为吼。无饲猪，但是哦，加减有去兼顾猪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有只撇步，就是我吼、哦，咱台湾以前拢好食鱼粉嘛，啊、因为即摆猪啊，全部拢食素的啊，拢变出家常啊，对无？你讲我是不是咧？猪拢食出家常啊，你讲对不？哎呦，杂食素含咱人是做伙，现在都搁加零猪咧，对无？啊，搁盐。对不？我今天这样弄回熊啊！我没有猪到了。好，啊，我这头吼，一路，我到海边嘛，我到一路下脚料啊，时阵就干鸡腰啊，清理啊，啊，我拢没剩的嘛，遐内北啊，遮有诶无诶，鱼尾啊，啥物啊，啊，捡起哦，我有一包吼，甲萃取哦，我变成啊小分子蛋白质，啊，好，很小分子的蛋白质，我就饲猪啊。啊，地图我足好势啊，是安尼，哦，啊，当然我即摆会当，因为我无家己饲，我拢是叫人饲，我是安尼去开去。但是要家己饲尔，我感觉有一味足重要，就是要有草，爱薄草，
木草，哎，木草，一定要有，袂当济，但是必须要有。咱这拢木草啊，纤维啊，哎，纤维啊，这一定要有啊。咱拢含古早地方无共款啊，这个灵芝啊，都干那那肥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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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胖，啊，其实都拢真有问题啊，对吧？啊，你可以吼，身体健康，啊，佮微生物啊，佮迄啰，然后伊这都挡会掉，加病毒加细菌来就挡会掉。啊，现在吼，这微生物物件，现在像我这几年哦。才专心要看一下有啊，就是手机啊嘛。我就嘛是手机啊，创造出来的人。嗯。你想看以前大家知我的底细嘛吼？我这样我以中文的中文嘛吼，对不？对不？我对人有注意，我才对底有注意的，对不？我是对人讲注意啊。啊，对这几年一往情深啊。啊，就是用手机啊，有这资料嘛。啊，一直去变嘛，一直去变嘛，吼。啊，咱一直去追踪嘛，看到咱会感觉不足嘛。啊，当然，手机啊，内底知识有诶，拢是谣言嘛，吼。啊，咱会当鉴定嘛，因为对起咱诶训练，知影讲会当鉴定讲是确实也无确实嘛，只咱会用鉴定知识诶物件嘛。啊，所以就将咧鉴定出来吼。微生物吼，都是以静制静，以静易静啦，伊毋是要杀菌。啊。伊都是啊，所谓的优势种群嘛，心想心想新芽嘛，对咱诶榕树嘛，那个钱啊，债诶吼，变拢无啊啦。啊！伊都拢人拢驱逐出境啊！新疆新娘嘛，而且所谓微生物第一个原理就是优势种群，先占地盘。我见不了了，你别来拍来了。啊，所以他不是是压抑他，不是杀他。现在我让他吃下去以后，他不只是所谓的肠胃系统，不是猛提供益生菌，一包骨也绝对拢中无，包括呼吸系统中无。啊，就算如果细菌啦、病毒哦、喔，会来，一定来嘛。你去一万淘汰袂来，天敌一定来，保证来啊。来了，伊也击败啦。但是他不能够得到生存的环境，那个降落去了嘛。嗯。它会存在，但只是零星的周边的存在。啊，如果没有到一定的数目，它不会发病啊，不起作用啊。即困啊，加者伊才会发病啊，佮影响到你个规个生理啊。伊个佮淡薄仔落差，和平共存嘛。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你会来，啊来买挖，但是都是疗效，吼、哦，非常周边的，哦，啊伊迄种地包上降暖哦，啊是即个原因。所以我是啊，逐日都爱甲饲，逐日因为死啊，即微生物吼生生灭灭嘛，佮一寡都无去啊嘛，愈来愈弱嘛。微生物是愈来愈弱啊，生生灭灭啊！哦，十外台拢做几点钟就一台，几点钟一台就无去，所以我都爱，但是甲鸟吼，互去啉，互去食，啊，互规个拢总一定有，是这個原理。啊，你干那半公斤尔？嘿，就输了尔啦，其实输了。半公斤你六个月？六个月嘿。安尼你淡薄尔啦，一天足少的。很少很少很少，但是因为哦。因为我们这个人体里头，啊，不是猪体的，我们是人体的，我已经连猪不分了，好吧？我已经猪一体化，猪一体化，搞不好人也可以吃。对啊，老师，我的换肉率很低，我可以吃。你才好，你这个才好，是我们羡慕的。就是讲，你那这个肉体哦，有营养分嘛？啊，伊的伊就为什么嘛？那迄落生存、要繁殖，伊嘛需要营养分啊，特别是需要蛋白质啊。啊，所以就人也繁殖得很快，啊，它很旺盛，生命力很强，但是毕竟还是受到它的整个种的应用嘛，所以个转化带的问题啊。美工一直下去啊，何都还得了啊？那么这世界都变成农村野田啊，啊，变成公害了，它自动就不会绝种，就愈来愈弱，搞不懂。所以你要不断甲补充，嘿，小内啊对，迄地方怎么问，怎么知？大家拢来甲补就对了。哎啦，这就两工啦。啊，所以是饲的先交底，交底饲料嘿，足简单的啦，其实足简单的啦。啊，但是我做无困难，就是因为加一个猪场嘛，是偷鸡啊，无要做嘛，去放粪鸟去啊嘛。啊，叫狗啊，怎么样叫嘛？啊，叫狗啊，我那怎么真少年，食到这么大，我又用叫的。全部这几手做了就不愿意，也都会发生很多问题啊。啊，毕竟我也无在场嘛，对不吼？啊，弄下去了，但是如果啊叫下来，然后去绝对无问题。哎，淡薄就好啊，它自然会繁殖，而且到它猪体里边了，它繁殖很旺盛，非常旺盛。哎，就是安尼这个原理。所以
所以你即马是已经你讲饲十外水啊？十水以上啊！十水以上啊，啊，拢安尼就对了。拢安尼，啊，拢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，我迄个有我弟弟吼，我后面偏好势啊。我讲啊，你吼摕落吼，要淘汰出来给我。对啊。淘汰，吼，迄个你只每水出来吼。哎，第一件拢无同款嘛，民生的还是民生的啦，什么泰国啦，什么落落落，哦，要是唔断开迄种的，拢摕来。嗯，我摕嘛是百外只，啊，结果咧，嘛拢饲起来，啊，饲到一个现象是啥，你敢知？就讲啊，市场的人甲我反映啊，差过半月就甲我拍电话讲，奇怪呢，啊，这毋是活呢，啊，而且它大量吼，拢白大只白大只呢。吼，嘿，啊，这就是奇妙啊。嗯。你知啥呐呢？我来解释啦吼。因为这不是只一遍，两三遍拢安尼啊。就讲你底下吼出来吼，到落尾饲起吼，大大细细啦，不同款啦。拢会安尼嘛，共水啊，共一个母胎哦。都含咱囡仔同款嘛。对啊对啊。大大细细无同款嘛，规个瘦的拢个无同款嘛。嗯。我就是因为啊，为什么发生作用？就弥补它先天体质的差异性。哦。就充分消化嘛。有价有大嘛。充分消化嘛，无艰苦，无任何的这个块，啊，说大肉白白，嗯，嚼起啊嚼起，啊，这吼对，拢是吼，拢是吼是正大的一个迄落，因为安尼吼，一出货才简简单单，清洁啊，一遍就出货啊，免搁去掠来掠去，搁迄落啊，因为大市场吼，你也要搁安尼卖吼，拢个了人工啊，但拢足计较的嘛，就产业化嘛，是，你产业化哦，不是说在市场上要有竞争，你在厂内吼，工人呐、啊。工人他不跟你多做了、嗯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请的是农业工人嘛，嗯、你是你家己出来的嘛，都不是家庭养殖的嘛，嗯，啊，你说里边那里边有雇佣关系啊，嗯，啊，都叫保守做多话，要加无啦，卖啦，你也唔知啦，嗯，你也唔知啊，对不？拢会安尼这個问题，所以要三十万年啦，咱一定都要讲加注意，这种是不是加细的所在，但是拢影响到大局。啊，一当白，拢白大只，白大只呢，哎，较好出货，唔免搁掠来掠去嘛。哦，啊，这是迄落，迄落，所以我讲吼，这种吼，那如果吼，咱即摆市面上吼，拢爱讲啊，什么有机肉啦、绿色肉啦、什么无公害肉啦、什么无毒肉啦，快乐猪，还快乐猪，不，快乐猪当然跟快乐猪啊，快乐猪你这个鸭红啊。算用啊，我山头才七十只，伊嘛未丢杯，伊很快乐啊。但问题成本很高啊，两年间要大块，两年间要做一百斤啊，你等也付，嗯，对不？可以快乐啊，但是我不快乐啊。啊，你那个微生物的来源是啥？啊，微生物就是我们哈，这就涉及到基本理论哈。你太遐巧。我不是，我无，因为吼是迄落，就是咱这微生物吼，咱这讲微生物吼是三只啊。实际上，伊个种类吼，咱人类即马七十亿嘛，哦，人口数七十亿个人口数啦，咱人类啦，伊个种类吼超过七十亿啦，应该是，伊个品种超过下，咱人类对于我们这个微观世界吼，还知道门槛还没登堂入室，更不要知道嘛，来对面去的，我们了解还很肤浅，非常少，在七十亿超过七十亿的这种群里边呢，我们知道很微乎其微，但是有人专门做这个事嘛，而他们就是。基本上都是用的啊，特工队嘛，不用特工队嘛，就讲掠迄种是像着咱需要的嘛，啊，要哪掠嘞？大海捞针啊，啊好加在，基本大海可以捞针，又有卫星定位，有水下雷达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鱼雷啊，什么都可以追踪嘛，啊，同样的，做基本研究人，他就会干这个事啊，他有各种的这种理论以及工具去看去找啊，找说是我们现在人类所需要的。就先来去吹啊，啊是大海在捞针呢，啊，这总是加减无吹着嘛，总比到目前为止较好，啊就算加在嘛，啊佮逐步会佫较好，那如果继续安尼去吹，哦，啊都有些理论指导啦，吼，啊有些特别是一些啊工具上吼的改良嘛，啊即摆人类即个仪器吼越来越精密嘛，就很精密嘛，哦，互你走袂去啦，啊所以即摆就讲比以前比十年前的。菌又不一样，菌也不断在翻新，因为科学的关系。所以你讲啊，我要用菌就没有意义的语言了。酵母菌啊，什么党来用，没有意义的语言，啊，你是什么菌？啊，这个差别很大了。啊，我是因为，有人我是什么比菲德氏菌？
啊，那个是食食伤爽的啦，哎呀，拢无效啦，哈哈哈哈哈，食安慰啦，食安慰啦，真食安慰啦，真咧咱咧骗囡仔啦，哎无效，你食食也无加哪啦，真正无，哎，因为吼，因为伊饲猪，饲猪嘛是话咧用菌。有啊，即马拢有菌，但是你啊用抗生素咧，那就等于废气啊。嗯，你这所以用点就是抗生素，一点都袂使。安尼，迄个菌才有目的。才有迄落才活，啊你啊抗生素咧都都死死去啊，都足脆弱个。嗯，对吧？即马饲猪用迄菌嘛是战斗力没有很强的菌，没有很强啊。这个是特种部队的菌，这特种部队。我那神功特工队，狼牙部队，狼牙部队。而且不用隔离嘛，就是跟一般的猪一起养嘛，对嘛？公司不用隔离，不用隔离啊。我说他，所以就说，哎，低调嘛哈，啊，就说炸起来，炸起来就好了嘛，不需要隔离啦。我就讲哦，我所有一切哈，都在既有的条件，都不改变任何，不需要改善任何，哦，就加这么一个唯一的变数是啊，啊，就说加这个减那个，你千万不要用抗生素，我给你滚，给你顶。你要用我这东西，就用到你。对啊。啊，这环境也袂白害啊，伊也袂地势啊，也袂地飞啊，啊，你有奇怪吗？啊，我啊，今年二月份我回台湾来哦，去检查身体哦。这个在那个交安呐，就是咱这那个吉伦啊，吉伦啊，轮飞这个交安客嘛。啊，福建有一个上南的去，去了关到交安呐。啊，交安从二月底三月初发生那个口蹄疫啦，局部的口蹄疫。啊，大家都哇，你也知嘛，迄条拢爱袂叫好啊。是。啊，我去一百，迄条拢到一百二十只吼，一百十三只拢过关，一点都没有伤。七只有代志，七只有代志，啊，七只有代志，叫我们救倒转来。嘿，我叫啊，那叫我是无啥了解，可能伊就食药去，啊，就赶去别条。但是我一百二十只，内底只一百十三只是原在的。嗯。到底，是到到底。嘿，是安尼，所以证明说啊。他的口蹄也都可以挡住，那我当然是当我讲这话的时候，我嘛讲百分百有信心嘛。啊，当你啊，这个外在的这个世界一直变化嘛，一困啊不断的嘛，新的迄落只病毒细菌一直出来嘛。我唔该，我这边就一定要和你对抗，所以我头先讲哦，都要搁加强个体力，爱吃木草，爱有食一寡草，对不？这一定爱，系啊加强一淡薄。我唔敢讲遮自信啦，无你讲马上杀出来，我嘛跳。你讲哦，咱也知，头先拢唔知嘛，都唔知嘛。哦，啊，即摆迄落即摆郊外飞，即个什么 HI 什么种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晓得啊。啊，所以我只是说到目前为止，好像是可以，至少传统的这些啊，所谓猪瘟呐这些东西啊是没有，至少我不没闹散。你低调去看，一面食一面闹，弄安尼啦，一面食一面放，这些东西迄落。拢闹晒嘛，唔是正港的结实的迄个粪便。嗯，安尼，那么要做沼气发电，你晒唔够久？啊，给就好处理诶。做啥？我即摆吼，干需要讲低调抢买吼，因为我头拄仔有甲讲吼，我即下老弟晒啦。哦，即个卖猪肉吼是人个代啦，哦，唔是我的本意啦。哦，我是要老弟晒，我只要吼，诶当做粗诶吼，捡猪晒好捡就好啊。啊，我捡猪晒有啥物呢？当伊肉是遐尼清洁性，伊个。晒也拍下不，嘛是无油啊，嘛是无就无物件无重金属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啊，这个才是真正有机肥的材料了。嗯，那今天有机肥哈，是比化肥啊还糟一百倍，倘若不是一千倍的话，因为你今天拢是无清气的，加迄种畜牧业的物件，啊，你该做有机肥啦，抗生素、重金属拢会，啊，你该啊落迄落土的，土壤就变死咯，因为土壤内底。加困群啊，中台嘛，中台嘛，所以即马大家未像之前讲用有机肥，我讲拜托的，我甲你跪，干嘛你用化肥？真正啊，啊，这种是常识嘛。那问题是台湾唔知啥啦吼，我都未了解呢，大家都最少拢高中毕业，啊，啥拢讲一寡戆话。我特别拢台湾事，我特别拢想无呢，就是最简单的代志了呢，对不？我最少。有擦过草地，我袂安尼啊！这，你即摆即个有机肥，大只拢总是重金属以及抗生素，啊，这是非常恶质的代志。我来回头讲，咱即摆吼，世界上吼，他都迄个电视节吼，因这地号吼，拢总讲地势啦。伊讲个即摆吼，就是迄落美国啊吼，
是拢用药啊，啊澳洲拢用菌，啊真正是安尼。哎呀，讲哦，即马在澳洲内底吼，饲猪吼，冠军吼是丹麦拢进口，丹麦肉是上贵，贵什么种？嘿，日本人拢食丹麦肉啦，甚至全世界内底，伊肉上高级的是丹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因为吼，因就是用这个菌的方法来处理啦，啊，所以啊，他们啊。就是率先叫出啊，叫做无抗猪啦，无抗肉，无抗生素啦，好、哦，无抗生素，哎，英文翻起来就是没有抗生素的肉或猪啦，或者畜生啦，或者动物啦，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价班啦，啊，唔是讲咱们说无毒猪啦，而且什么哦，绿色猪啦，什么什么什么猪啦，有机猪啦，那种唔是，那种我别讲那种形容词啦。